充满幻想，总有一束光在遥远星空飞翔，好像翅膀，有力量在我的心中成长。站在山顶上，想飞向那个地方，能扶摇直上，再浩瀚宇宙，好像插上翅膀，能飞向那个有你的地方。啊啊啊，你趁我们都还年轻，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与你相聚，爱上你是我的命，爱上你快如流星，绝不放弃。啊啊啊，你趁我过来干嘛？找虐吗？这不是，方若晨，你是狗眼睛啊？这么小的伤口都能看见？上你身上试试。哎呦，想英雄救美啊？我今天就在林子瑜面前拆穿你的假面具。哦，哎，那个樊总，你之前不是说内奸的事情告一段落，就给我一个答复吗？那我可以留在菲律宾。哟，你们什么时候偷偷有这种约定呢？回来吧。菲林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是啊是啊，我们特别需要你，有你在，我们就相当于在博曼有人了。我说错话了？没有啊，这是我以后肯定要面对的问题，我会用能力说话的。不过这个菲林和博曼的事情，以后我就不参与了，我就是一个小员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你给我讲点陆村长的童年糗事呗，让我开心开心。水聪。哎呀，朋友间闲聊嘛。那以后就请各位领导多多指教。好啊，那等着吧。作为公关界的新星，绝对不会对你客气。你这个史上最成功体育电影选题，我觉得不错，你可以发展一下提纲。好的，嗯。去吧，你可让我写稿子了？怎么了？不乐意啊？不不不，你言出必行，可千万不要变啊！那当然，还没完呢。专访过后，你再去一趟朝阳公园，那里有一个沙滩排球邀请赛，你再去报道一下。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你们谁看到我防晒霜了吗？啊！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大家快一点！不会占用太多时间的。不要拉号位。就几个问题。这脸怎么了？这脸怎么变
我的稿子不行啊！网管，网管，快过来，快点儿！杨姐，喝口水，你别着急，他们肯定会有办法把丢失的文件找回来的。这下可好了，半年的文章全都没了。啊！您平时没有备份的，我怎么知道突然会发生这种情况啊？上了个厕所，电脑就坏了。都怪我，平时没有定期帮您维护杀毒软件，您平时忙没有时间维护。没事，你快出去吧。这个不像是网络病毒啊，像是点对点送给你的。什么？就是有人故意给你下的绊子。我其实就想吓唬他一下，没想到他工作这么多年也不懂得备份。有你这种下属啊，他也挺倒霉的。现在可怎么办啊？你就别纠结这事了，你也是倒霉，他也是活该。你说他让你包晒，你让他电脑中毒，也算是扯平了。干脆这事儿啊，就这么算了吧。领导和下属之间斗气儿，也是够闲的。你俩赶紧找个台阶下了，别再弄得剑拔弩张的。就是，他再不对，也没有把这件事给你捅出去，对吧？我觉得吧，他够仗义了。嗯，我可真羡慕你们，要不是我从小就想当记者，我也当老板，才不受这气。哎，你是在为你的梦想买单。再说这个总监，一没骂你，二没给你穿小鞋，不错了。也行吧，就当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受受气，和李泱泱化干戈为玉帛。嗯，这就对了。对。事情呢就是这样，如果不是有林子瑜，根本不知道会怎样。你呢？那孙子敢这么对你，他凭什么呀？绚丽，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去给你报仇去。他叫什么来着？魏红是吧？你冷静点，又不是三岁小孩了。以为自己演武侠片呢，还报仇？哎，杨洋，你放心吧，子瑜他已经帮我报仇了。可他们不能那么欺负你。女王陛下，我帮您准备了甜点。喂，三明治，你在听吗？还有。哎，我有事，我先挂了啊。对呀，我混蛋，这种人爬到高处就是为了欺负人，是吧？欺负人是吧？有事吗？主编，刚吃完饭吧。你干嘛？说正事儿。经过我积极的反省，我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这段时间的错误。在这里向您表示深深的愧疚。从今往后，我绝对踏踏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工作，请主编监督。好了，我喝了，以前的事儿就算了，以后啊，好好工作就行，别整那些虚的。下次采访我会带你去，要是没事你就下班吧。我其实早就已经写好了，气不过你骗我，我怕我给你看了之后，最后你还是用李记者。人家是张记者。啊？张记啊？无论什么记者，反正在你眼里都比我强。虽然时间不多，您能帮我看一下稿子吗？给我一点指点。
行了，我会好好看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哦。啊！这几个运动品牌要同时投资他们，怎么可能？是啊，他们现在在美国就是首屈一指的流量。上次吃饭的时候聊到了。投资我们？我们中国小孩？嗯，对。快去把他们参赛的录影带找给我看看。我电脑里面有。快快快！哇，你这写的也太浅了。不过你怎么专注点都是他们在美国赢得的荣誉，还有品牌投资的利润上？那我应该怎么写啊？写他们赢得胜利的过程啊，写给我们的读者他们赢得胜利的努力和信念，多好素材！你怎么能就这样放过呢？我懂了。其实无论80后、90后还是00后，我们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不足，不应该用标签来既定任何一个群体，只有用宽容的心来看待，才会发现其实我们也各有各的有趣，也同样的都拥有自身闪闪发光的东西。等宝宝在7到9个月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玩具去训练宝宝的视觉和听觉。当宝宝到了10到12个月的时候，他们的活动范围呀在不断的增加。小心！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爬行，让他们去不断的探索。当宝宝在了1岁左右呢，我们可以让他听懂一些简单的一些指令，然后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语言、表情还有手势去表达出他们自己的一些情绪还有愿望。好了，我们今天的体验课就已经到这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前台登记或者打电话预约。谢谢大家。我今天难得这么早回家。你平常都很忙吗？我平时也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工作还有待在家。我觉得小孩子特别可爱，总是忍不住花很多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你可真乖，现在像你这么善良的女孩子已经不多了。还好吧，只是你没发现而已。这要是换成别人，看我这么忙于工作消失个2、3天，不得骂死我。也就你毫无怨言。那你以后就不要再消失这么久了。你如果要的话，要让我知道你安不安全，有没有好好吃饭。我不是要管你，但是至少你得要让我放心。没问题。哎，对了，明天我们哥几个要吃饭，你也一块来呗。我正好把你介绍给他们。好啊，我要跟他们成为好朋友，这样他们就能够一起帮我好好的照顾你了。真羡慕你们这些会开车的人。我学什么东西都快，但是学车的话，哼，碰都不敢碰。我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总是摔得自个儿满身都是伤。说着开车呀，想都不敢想。不怕，我以后啊给你当一辈子车夫，你想去哪儿我都带你去。哦，对了，我第一次见朋友，是不是要有所表示啊？不用，我们都是铁哥们儿，绝对不用那些虚的。对了，有个小学办了一个园游会，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玩的，要不然叫你朋友一起去看看吧。园游会？现在小学活动可真够丰富的。我记得我小时候除了运动会就是春游秋游，哪有这么多有的没的呀。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哎，他们为什么邀请你啊？因为我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开始创业才有了现在的早教中心。我用的理念呀都是国外学来的，在国内还带有一些实验的性质，所以他们请我去啊只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吧。你可真够厉害的，跟你一比我真是太不上进了。还好吧，我觉得两个人一个在外面忙一个稳定挺不错的。哼，你能有这种想法，女中豪杰。那以后我养你啊。好嘞，你养我呗。那你以后可不许嫌弃我太忙啊。绝对不会，我们这种新时代的青年你放心，你忙就按照你的时间表走。
算再来。You missed， 再来。讨厌，洋洋这边。我来。啊，不用不用，我喜欢自己来。哎，好男人啊，培养的很好。那是。哎，你这是起得早还是又通宵了？我又通宵了，熬夜写了篇稿子，绝对精彩，还绝对精彩。哎，李洋洋，你知不知道女人熬夜不睡觉的危害有多大？你又不洗脸，跟我走。绚丽，我现在可是最好的时候啊，我能有完成自己梦想的机会啊，还不发奋干，睡觉算什么？还发愤图强，少废话，跟我走。走，走。我签了，太好了，走吧，带你庆祝一下。好啊，不过这次不是在石总那组。那在哪个组啊？你那组，还说是于总亲自下的调令，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于总，没事没事，那你等我一下，有人特别想见你。林子瑜的合同已签好。好，放我这儿吧，不允许任何人查阅。好。不想分蛋糕，哪有白吃的呀？哎呦，这闷不吭声，带来这么大个美女啊！什么？扯个球又带谁？姑奶奶们别闹啊！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追到的女朋友，邓柔凡，大小姐，但是没有大小姐的脾气。史维聪，你骂谁呢？我就不是大小姐，还有大小姐的脾气，怎么了？你们好，我叫邓卓凡，是聪聪的女朋友，也希望是他最后一日女朋友。这位就是樊书成吗？你好。你好。我是绚丽男朋友葛一涵。不好意思。哎，书成呢？他也要带一个人过来，而且你们绝对想不到他们俩进展有多快。林子瑜。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是在说我吗？哎呀，子瑜，你总算来了。哎，你知道吗？我们之前一直在想，老樊什么时候才舍得把你带来？吹吧，你们之前不是还想要暗算？没想到在菲林横着走的石总也会被。还欺负我？不客气。你好，林子瑜，我是李洋洋，很久之前就想认识你了。你好，洋洋，我是子瑜，很高兴认识你。嗨，我是葛一涵。我男人如果有需要，你们可以随便用。不需要，不需要。你们坐着说吧，坐来。看看想喝什么。这是园游会的门票，给洋洋。哎呀，今天挺好玩的，欢迎你们都来。谢谢。园游会啊，园游会。也是很好玩的，谢谢。欢迎大家都来。跟关总的会议在三分钟后，可是英国的视频会议也需要您出席，实在调不开时间。您可能需要在15分钟内结束和关总见面，然后在车上进行视频会议。跟关总的会议是在酒店餐厅吗？是的。以后如果是会议性质的，不要约到餐厅。好的，陆总，英国的视频会议我可以参加吗？陆总，那个。
跟关总的会议你代我参加吧，我回去准备英国那边的视频会议。哎，找个地儿休息一会儿吧，累死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继续等还是回去？当然要等啦，一定要等到他们出来为止才行。我就不信了还。好。可是主编。怎么了？我饿。走走走。来，小石，多吃点菜。来。啊。加点纸钱的。哦，对对对。来啊，这个。吃大腿儿来，哎呦，还有这个肉，来，多吃点。哎，谢谢叔叔，这酸菜鱼你一定喜欢的。哎，多吃点啊，在这千万别客气，在这吃了就跟到你自己家一样。好，你阿姨这辈子呀，就没做过什么有成就的事情，啊，不对，有两件事情啊，可以载入我们家的史册，培养了卓凡，找到了小史。哎呀，叔叔您过奖了，我跟卓凡比还是差的有点远，不过我会努力争取赶上卓凡的脚步。哎呦啊，你听听，小史不仅是一个有为的青年，而且讲话还这么虚怀若谷，哎，真是难能可贵啊。这俩孩子我是越看越喜欢。你说哈，这茫茫人海大千世界，他俩遇到一起可真不容易。他们工作又忙，我们这当老的，要是不帮他们一把，他俩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呢。那我在这就先谢谢妈了。你呀，可得好好待人家。知道了。这样啊，我呢，作为咱们一家之主，我先表个态。教师啊，我给你阿姨呢，把卓凡的婚房早就准备好了。就在我们家对门，32厅。哦，车嘛，到时候我们再帮你们换个大一点的，坐得宽敞。小石，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你不用着急回答我这问题，有的是时间。咱们现在呀，先吃饭，好吧？对对对，来来来来来，哎哎，吃。碰个杯嘛，来，碰一个，多难得呀，是不是？哎呦，欢迎你孩子啊！主编，吃个饭能花多少时间吗？不行，万一吃的时候他们出来怎么办？可恶，那好歹也买个盒饭吃啊，我还在长身体呢。哎呀，那你去买个盒饭吧。哎，你可不要瞎花！放心吧，我就买吃的。儿子，不是妈看不上你，你凭什么呀？你何德何能啊？人家这么对你？他们家不是骗子吗？这都什么情况？你都摸清楚没有？这一上来又送房又送车的，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他爸呀是12院的大医生，著名的专家叫邓友良，怎么能是骗子呢？医院口的啊，他妈是小学教师，已经退休了。总的来说呢，人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知书达理，经济状况呢还比咱们家好，就是想给闺女啊找个稳定靠谱的对象，这馅饼不就砸我头上了？哎哎，干嘛？怎么了？没怎么，我就是突然特别想去你家。不是说来你家做饭吗？哎呀，我不管，我就是要去你家啊。
主编，主编，赶紧的，赶紧的。怎么了？我找到一个卖黄牛票的人，他说他内部有人可以放我们进去。真假的？真的，赶紧的。啊啊，好。人家姑娘条件这么好，不是因为同情才看上你的吧？就是啊，女孩子得慎重，应该多给你一点考验嘛。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得劝劝她。不带这样的啊！你们俩是不是见不得我好啊？啊，你们谈个恋爱就神仙眷侣，我谈个恋爱就非得朴实到泥土里。现在有神仙姐姐看上我了，怎么着？想不开了？房子嘛，奋斗个十年八年，你们也会有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关了关了，以后可不认识你。别呀、啊，我现在正兴奋呢，咱们待会儿出去喝一杯吧。我没问题啊，幺幺呢？幺幺呢？怎么样啊？丢不丢脸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我说泱泱啊，黄牛你们也敢找，还想偷偷的潜伏进去？这下倒好，被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抓个正着吧。现在啊，专访是别想了，这搞不好啊，还会把你带着我们的大主编被体育馆赶出来的消息发布到别人杂志的头条上。啊！有人死了。不想活了，至于吗？那么大反应。自从泱泱来到环球，这还是第一次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我不认识他，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一起的。哎，我真不知道大学的时候我是怎么在这种地方连跳了三天专业。哎呀，这大音箱震得我心脏病都要犯了。他是不是因为平白无故偷到房子疯了呀？对，我们就不应该陪他来。哎，干嘛呢？过来嗨啊！啊，你们几个坐着，房子就从天上掉下来啊？拜拜。拜拜。我这都还没到三十呢，怎么就觉得心脏已经快受不了了？我们当中最年轻就是史维，从肌肉还有体内还磨擦魔鬼的步伐。你知道咱们跟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我们要脸，他不要。对。你们刚才没看错，那帮姑娘对我是投怀送抱，青睐有加。幸亏我把持得住，我不能对不起我们家凡凡。哎，你脸皮厚，这眼睛怎么还瞎了？哎我。打死你！看着我干嘛呀？我找不到更适合咱们去的地方了。哎呀，我现在算是知道这些九五后有多能闹。我一清白的主编怎么就犯这种错误呢？哎，你说他怎么能那么跳脱呢？我怎么就昏了头听他那套爱走捷径的歪理？哎，帅吗？跟张云龙有的一拼吧。嗯，还是年轻吧。真吗？至于吗？张云龙算什么呀？我还有舒晨，我们俩也不差呀。你们两个天天面对我们俩大帅哥，应该提升一下自己的审美。哎，能一样吗？人家多少岁数，你们多少啊？这小鲜肉和老腊肉根本就有两种不同的生物。我们怎么了？我们也年轻着呢。别自欺欺人了。再说了，不年轻怎么了？我们有人生阅历啊。啊。可他们有一脸天然胶原蛋白呀。我现在就希望那些胶原蛋白们千万别跟我来抢葛一涵啊！这感觉这世界分分秒秒就是他们的了，不公平啊！我们还没大展拳脚呢。咱们呢，前有功成名就的七零后，后有天不怕地不怕的九零后，咱们八零后，整个就一夹缝中求生，想出头就一个字，难。两个字儿，不服。三个字儿，全是泪。四个字儿，
喝死拉倒，喝死拉倒，喝死拉倒。哎，各位，明天我伟大的女朋友凡凡盛情的邀请你们参加园游会，千万别忘了。我再不去，那小女生玩儿。听说林子瑜会去哦。时间地点要不去接你？重色轻友，干嘛不服啊？光荣啊，人生就应该重色轻友。哎呀，就我一个人被你们亲，你们都有中的，好惨。哎，不怕不怕，今天跟姐姐回家，姐姐照顾你。走，好的，拜。来来，微信啊。好啊，知道了。走吧。哎呀，咱们也是奇怪啊，别人都是男的跟女的一起回去，咱们倒好，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团队。伟聪，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既然决定让林子瑜留下来了，那她是骆宗良妹妹的这个身份，你可千万不要跟他说，我怕她以后在公司不好做。你这决定可够大气的。做人做事儿，回头看呀，他都经得起考验。况且我为什么要因为她是骆宗良的妹妹，就把这么优秀的新人拒之门外呢？这个机会我给得起。想起当年我刚进费林的时候，骆宗良也给过我机会。你知道的，一个骄傲的新人，一塌糊涂的实战经验，我也让人头疼。骆宗良就是在那个时候，对所有反对我的人说，不就是输一次吗？我输得起。所以即使这次林子瑜没有策划的光环，我也应该还骆宗良这一笔。更何况他是真的有这个实力。所以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你啊，就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行吧，为了我最好的兄弟，我答应你。怎么，你看起来很累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没有啊。那就是和我在一起不开心了。怎么可能呢？你是我所有女朋友当中最漂亮、最独立、最善解人意的，从来不作，也从来不发脾气，永远都是和风细雨的。我要是跟你在一块还不高兴，那我真不知道跟谁在一块才算高兴了。继续说，我听着，好话不嫌多。你什么都好，就是……就是什么？就是太勤劳了，咱们干嘛这么早出来野餐啊？我都好久没起这么早过了，就不能直接在园游会上吃吗？因为我想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再说了，去园游会之前，我们俩一起吃一个这么有 feel 的早餐，这叫仪式感。你难道小时候没有幻想过吗？嗯，好好好，只要是你的愿望，我都舍命陪君子。谢谢你。身上脚下的迷途风光，身边的快乐慌张，总有人在一起分享。哎呀，这么多东西啊。是呀，我准备了七个人的午餐。哎呀，这么多呀。也没有很辛苦，反正就是普通的便当，所以不是特别麻烦。那我就放在这后面了。辛苦了。如果你觉得我辛苦的话，那就请我吃个饭吧。没问题。疯狂，一起幻想。
承担，一直向往。啊，豆浆油条，还是我们校门口那家的。可以的，可以的，山丽，你这男友选的不错，还行吧？就知道你们女孩子要化妆，肯定没时间吃早餐。擦擦，别把车抹油了。火烧你擦手不是擦脸，刚给你涂的防晒。哎呀，我知道，知道了，别唠叨啊。我不想吃包子了，给我拿个油条。哎，你不是上火吗？别吃油条了，到时候长痘痘的话，你又要折腾你的脸。哎，好啦，这下有个人啊，开始唠叨我了。系上安全带，我们出发了。好，好，好，我们一家三口带着李洋洋小朋友去园游会喽！看油条出发了。樊总，你想吃什么？嗯，这个吧，猪柳蛋卖满分。我看你天天吃这个。这你都记得？哎，是不是点的太多了？有吗？我这个人吃早餐本来就吃的挺多的，我还以为你们男生应该比我们吃的更多一点。会不会太多了？你吃得了吗？吃不了我帮你吃。这是你的，这个薯饼是我的。啊，这个你的油条放这儿。烫。一想到要去园游会，我就特别兴奋。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去春游，尤其是那个看到小朋友吃麦当劳，我就特别羡慕。你说那个时候的幸福怎么那么容易啊？快吃。嗯。让我走。嗯。吃出小汗毛了。嗯，你还说我呢，你自己吃成个大花猫。嗯。嗯。没事儿，男人不在乎这些，好吃就行。嗯，那你喜欢就好。嗯。那再有一个。谢谢啊。不敢置信。这个孩子般如此贪恋美食的人，会是在飞林横着走的樊书晨。子玉姐姐，哎，小军，这是你们学校办的园游会啊？那个怪大叔，怎么子玉是姐姐，我就是怪大叔了？子玉姐姐就是他的女大。给我住口！哎呀，这可爱的小姑娘。哎，这里这里。大叔，你以为你能堵住人民的悠悠之口吗？这么好的氛围，可不能让你给破坏了。拿去花，不够再找哥哥要。大叔，你打扮小孩子。一百分太多了。子玉姐姐，别得寸进尺啊！哎，人没看见我呀？没看见啊？哎，都来了。那人来齐了，咱们怎么玩啊？是分着玩还是散着玩啊？散着吧，散着吧，我可是很有眼力劲儿的。不好意思啊，我要去给校长他们开个会，开完了再过来找你们。啊？那你先忙，忙完了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嗯。啊。拜拜。嗯。拜拜。拜拜。哼，哎呀，那我就勉为其难，先跟你玩吧。哈哈哈。还不要动！嗯，姐姐送给你了。
有这样的大姐姐。谢谢你啦，小朋友。谢谢，好漂亮的气球啊！小军，你哪来的钱买这个气球啊？是小军靠自己能力赚的。小军，那你的心意姐姐收到了，那这个气球你先拿去玩好不好？嗯，谢谢宝贝。这孩子的前途啊，不可限量。有人开怀，有人发呆，有人不自在，有人无奈，有人悲哀，有人要离开，有人徘徊，有人摇摆，有人怕失败，有人等待，有人澎湃，有人飞起来。写在我的人生履历上，等明天的光芒万丈，隐约浮现在阅览纸上。为我的人生和谁都不一样，我要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追风逐浪。别告诉我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决胜千里。你是你，我是我，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别怀疑我的明天，我的路会通向哪里。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我只需相信我自己。我的现在，我可以。